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那其实很久没有更新我的 YouTube 了，那我今天就想说来拍一个 Vlog， 然后因为今天放假，所以我想说就去新庄最近新开那家红会广场去逛逛，就拍个这样子日常的 Vlog。然后现在外面超级无敌热，我现在想要赶快进去红会广场里面。各位，我终于进来红会广场里面了。那我现在非常的肚子饿，因为我今天还没吃饭。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先去吃饭。红会广场是目前新北市最大的百货公司，那它占地其实非常大，而且重点是它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主题，它不是一层楼只有一个主题而已，它每一层楼都有各个不同的主题，而且重点是它每一层楼都有吃的。那我现在就是想要去每一层楼每一层楼站的逛。这边有按摩椅的星座体验会，入口一进去就有了，我现在想要来试坐一台。我现在呢正在按摩。按摩的体验会好像有期间限制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逛红会广场的话，最近要赶快来逛。那这个入口一进去就有这个按摩椅可以试按，觉得其实还蛮舒服的，而且省下了按摩费，觉得还蛮划算的。我刚刚去一楼的柜点，然后去办了一张红会联名卡，因为我想说我之后可能会很常来这边，所以我想说就办一张。而且重点是他看电影有66折，而且他如果核卡后45天内消费满999就送电子商品礼券200元，可是有些柜点没有送，所以可能之后大家要再看一下。有全新北最大的无印良品在我身后这边，然后它的面积非常的大，而且是在红会广场里面。我身后这边有一个亲子的运动体能馆，就在4楼这边。那这边就是还蛮方便的，然后跟亲子同乐其实都还蛮有乐趣的。刚看到6楼有这个地方，这个是烘焙巧妙室，就是你可以去登记预约，然后就有点像自己动手做蛋糕一样。终于逛到7楼，可以上去吃东西了。
一个唐扬鸡欧姆蛋好了，这个。对，一个就好。需要升级什么地方吗？不用，没关系。对。我现在要来试吃我刚刚点的这一道唐扬鸡蛋包饭。哇，它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它这一份才100多块而已，其实我觉得还蛮便宜的。那我现在要来试吃看看。饱了，那我等一下要去8楼跟9楼的地方。红会广场其实还蛮大的，就是其实它有好几层楼，那9楼上去的话大概还有10楼、11楼这样子。那其实除了1楼它有分两边之外，其实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楼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好逛的。然后因为现在正在试营运期间，所以其实有些地方都还没开，像是8楼的影城都还没开。对啊，那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再多逛一些。好啦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那如果还想要追踪我的更多即时动态，我的 Facebook、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加入。那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